跑步其中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可以放肆咁食嘢咯。跑步都可以好有嘢，系一种释放嘅过程嚟。跑步对于我来说，可以是爱上一个城市的理由。每次喺广州跑嘅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呢个城市又唔一样，有旧有新。有熱鬧的，有安靜的。將軍，阿波唔係，都唔係，都唔係咁安靜嘅啫。停低嘅時候可以深呼吸，唔想停嘅時候，咪繼續跑咯。我之所以做呢個跑團，其實就係中意一班人喺一齊做同一件事。我哋一齐跑步，一齐宵夜，一齐玩，一齐睇电影，一齐唱 K。真的不追求成绩，因为以我们的体能是追求不了的，那就直接放弃吧。呢个就系我哋 Mad Food Team 啊 ，F O O D Mad Food Team。唔使跑咁快嘅，多啲感受身边嘅精彩。